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影视。今天怎么跑那么久？好，我是你说要玩马路时，网络不太好。马路要怎么走？那两个不知道走什么路，随便了。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没说好谁，艾瑞跟我谁要摸谁要开伞。刚看往右边偏了一下，好，那我就摸，我这拔刀斩痛。不要太冲，没斩到，因为我再不撤退，我会被他们多承受很多伤害，所以其实我就算回到也不划算。一招连击开了之后，等他跑了大概75%的时候，时间过75%的时候开始撤退，因为本来的距离是一刀可以，基本上可以完全命中。但我是希望由边边来打到他敌方英雄，那个拔刀斩的边边，给他一个治愈，让他没有死。可以注意到那个警快要死了，那我们也快要死了。所以我们就不上前去杀那个井，但是不要让他回城。他酸起呀、啊！把这波兵线清完，我要回家。好，我回错边了。哦，发现刀锋，我们只要让他不要再继续打下去了。那如果他还要过来的话，我也是没什么办法。一个拔刀斩，马洛斯大招，嘣！我本来就残血啊，你看，因为我其实把刀锋用掉了。然后反而不就没人帮了吗？可能我们反而比较多血，他就把对面的反也杀了。而且我看刚那个刀锋好像不太会玩，等一下可以尝试去优先抓刀锋。刀锋是在找我复仇了。到时候刚应该跳边边一点，我搞不好还可以跑掉。莫兰很聪明，去反他们的好。因为刀锋本来就不太会玩，被反红还不知道，打野还不知道自己红，自己野怪被反了。然后结果。井就没帮到，哎、欸，还打魔王、哦，难怪不井，因为井去打红了吧？好，上去把他击杀。我怎么看没看他跳到？哦，我们这边。
非常的顺哦。我知道我没有很强啊，但是我们打得那么顺，我还蛮开心。如果我们拔刀斩人去也很快，完了我被刀锋看上，好，我们要跑掉，哎对了，反而是魔弓，难怪他打到我们头，想要把这个井给杀掉，就要把我们反杀，我用拔刀斩没挥到他。然后我也没吸药，他吸。我打算让他出来找我，他应该回去。让那警音回去，就像我一到那边就要用跳了。我们想要击杀这个闪电侠，算了，不要跑。他白目挑衅诶。公然挑衅，因为我很久没玩马洛斯了，然后就突然要来拍解说，我手感就有点不好。成功击杀井，用开启大招拔刀斩，成功再带掉凡，获得一个双杀。我跟大家赌，你们去开头看到的，一定会看到这一段。这个双杀画面一定看得到，刀锋不强啊，你打得赢的。都是我抢头，我真的只是想帮忙，谁知道刀锋刚好才行。追不到，诶，那克里希用他的蝴蝶翅膀伸进去塔里面，推塔吧。看，凡打到了他打不到凡。对面凡也来，跳下，没跳到他，把凡给杀掉。接下来我们进塔，不选择开战，结果他们都在杀人。我们就做到一个塔，就算弗兰死了，我们这样也不算亏啊。发现井在中路，意图推塔，清理兵线。
赶快回去打刀锋。应该我过去来不及了。闪电侠自己在一个人在走。很可惜，莫拉最后还是死，不要跑，他走路比我快。跳下，临死前的挣扎，一个吸血，再搭配一个拔刀斩。撑得蛮久的，他残血了，但是我们居然还可以撑那么久。因为大家都说要打猛，所以打野不得不打，就算他不想打也要打。哦，我要去打井，因为井要推他。他飞好高，烧。去支援中。我觉得那个。位移放太早，莫拉，去打塔拉吗？艾薇挂了，都赢了，他还想怎样？有他出来，他出来。哦，我在冲的时候怎么没人？就是他叫猫啊过来吃红。烧。他们杀不到我，好痛！我可以把他打到那么多个大招，拔刀斩，烧闪电侠终于死了，我好开心！闪电侠很讨厌，不是来挑衅我们，就是一直秀来秀去。我想吃个蓝，你们去推塔吧，反正少我一个推塔也不会这样，也只会慢一点而已。要抢个镜头，抢镜，抢镜，抢镜。
有我们获得 MVP，就我就这样，所以现在第一排场我很容易就可以拿到 MVP，因为我是 C 排的实力，现在的最高的账 C3 四颗星，前阵子狂输耗掉 C4，最近回来了。看一下战绩，我习惯帮那个帮别人按，然后自己没被按的人按赞，822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希望朋友们可以帮我按个赞，或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